立正，今日请坐。各位前辈、各位老师、甲各位学员，大家好，我是素华。伫学问，也是讲伫学习的路程中，我想，较等下咱要来进行的一点半钟咧，哈，我得较，我讲到四十分钟，剩的咧九十分钟、五十分钟就讲唔对啊。啊，人讲，哇、哦，你这个人安尼，敢来传四十分钟的物件来？啊，你去开一趟做阮的老师，其实吼，头前四十分钟对的，迄无资格做恁的老师。为虾米？啊，因为我讲的，恁拢知影迄是对的啊，所以恁才落会晓。等到是后壁迄五十分钟我讲唔对的，才有知做恁的老师哦。为虾米？因为咱才有开始，伫遮有新的得着，对吧？老师是虾米？教恁以前无的嘛，以前袂晓的啊。啊，所以后壁迄五十分钟，咱有讨论的基础，咱有质问的基础，咱有思考的基础，所以咱的学习才对遐开始。用这款的心吼，我想，啥物人拢有当做咱的老师。啊，毋过，咱若这个心若抓着咧毋对吼，啊，啥物人嘛袂当做咱的老师。咱对即句话开始，咱今仔日一点半钟的课吼，我实在是想要甲大家来做一挂讨论，因为各位的人生的经历绝对是比我较侪吼。古早人有咧讲一句话，讲啥物？我行过的桥比你行过的路较侪，一定是的，因为即卖人吼拢爱塞车，所以凊彩嘛较侪吼。啊，过来呢，我食过的盐比你食过的饭嘛较侪，即句话嘛有可能会对，因为即卖查某囡仔拢无啥爱食饭。啊，不过盐呐食伤多吼，安尼嘛无啥好。迄是表示讲过去残存的生活真善食，虽然食啥物物件拢叫做食咸食咸，为虾米？因为为着要食饭嘛，啊，所以配一个咸，对无？啊，古早会通的，是毋是即摆会通？啊，即摆会通的，伊背后是啥物款的意思？我想对咱来讲，这是真重要。因为今仔日咱会当到遮来做会，是因为咱来参加的这是建国学院啊，大家拢想要建国再来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要建国，都会问啊，建国较简单，啊，那就过来遮上课。啊，因为建国一定无简单嘛。啊，无建国若简单，啊，咱来遮毋是真无聊，对无？因为咱拢已经会晓咱的物件 所以建国无简单。啊，建国是安怎无简单？我想今仔日呢，吼，咱卖用解，咱来互相探讨看卖啊嘞，好不？吼，我想要问各位，是安怎想要建国？啊，有建国恁会安怎？啊，若建国建无成，恁个会安怎？啊，即个国家，也是讲台湾。伊到底是毋是一个国家？有人讲毋是，我知影哦。这个对历史上来讲，安那我即马讲的毋是啦。咱即马对蔡介元蔡教授，伊头拄仔开迄个头，伊我听后背也一半尔。啊，后就是安尼吼，头前无听，后壁嘛是有在接落。就是讲，到底台湾是倒位，互你看起来无像一个国家？啊，拼无拼凑啦吼。拼无共讲，即个历史阁安怎讲诶？拼无安尼啦，都爱现现安尼讲啊，吼。咱即马讲，即个走人，啊是安怎即个走人，啊毋都爱讲，吼，讲伊是安怎走人，啊真简单讲啊，因为咱若学院毕业诶，一定爱比别人较贤讲啊。是安怎台湾毋是一个国家？啊，咱一条一条来问好无？吼，是安怎想要建国啦？来，阮五个答案，大家举手者。你是安怎要建国？毋爱看别人哦，看家己。来，无标准答案啦，因为迄是我为虾米要建国，是
我决定我的代志，那有标准答案？你册本内底敢有写讲？啊，比如讲我叫做张素华，张素华，你为什么要建国？哦，天主呢？无啦，我为什么要建国？你唔得爱去想，吼、哦，想讲你为什么这么热，伫遮阁无冷气，干那吹电风？有个人是对台东来，有个人对屏东来，一逝工来到遮阁无钱通领，我交钱。下晡时啊呢吼，是杜姑抱孙啊，佚佗的时间，大家浪费这个时间来吃，莫阁浪费啊，用这个时间，咱总是有咱的目的啊，对无？为着要建国，所以咱来讲五个就好，好不好？好来，我马上，这是学姐啦吼，来，啊，要讲的时拢报家己的名字，看对对来。好、哦，谢谢哈、哦，我学姐，我姓施。我对台北南港来，四大姐，啊，我今年七十岁啊。你的大名？我的名号做小名号做皎月身份证，哈、啊。OK。就是迄个皎皎明月那两个字。皎月，哈、啊，皎月姐，皎月，哈、啊。你有啥物要讲讲？哎，因为其实那是讲我个人来讲啦，哈，是无啥物，因为我今年七十岁啊。好、哦，我伫个二十年前，我一个人去美国，然后每年暑假我拢去，哈、哦。但是伫个民国八十三年，我倒转来，我就感觉讲，咱台湾哈，上好来予美国政府管三十年，哈、哦，安尼咱以后的子子孙孙哈，再好过，哈、哦。才有前途、哦、我就是这样思想，但是有一天我的朋友跟我说、哦、跟我说台湾民政府你网络去找、哦哦啊、我就电脑开开，我就给他搜寻这个台湾民政府、哦、然后我就觉得说哇、啊、这就是我要想的、哦、OK 是这样好，这样就好了、啊、好吧、哦、谢谢好，给我这个我在他差不多有两分钟的时间里面，我没听到他有什么要建构，我听到的是他想要和美国政府关三十年、哦、好再来、啊、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都捏在一分钟里面把那个话说出来好不好、哦、老师你好，同学好，我叫世聪，我为南投那边好来，为什么建构？因为现在这个政府充满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，我爱建要建构，只是爱一个公平。好，来请坐。伊毋是要爱建构，伊要爱一个有公义的政府，吼、哦。因为中国啊是一个国家对无？伊遐内底政府嘛是外国起出，所以一个要爱日本，一个要爱美国管三十年，一个要爱公义的政府来第三个。好，来请。为什么要建国吼？足简单，因为咱无国家，所以要建国。好来，我今年还未嫁，不过我今年还阁无想要嫁。无国家，甲一定要建国，嘛无必然的关系。啊，有人有必然的关系，因为伊感觉有国家真好，所以重点是有国家真好。因为无国家，阁因为有国家真好，所以我要建国。我想是安尼吼。不过安尼的人还阁回答第三个问题：万一。那甲你现实有做真侪冲突的时阵，你要阁建构无？吼、哦，对无？后来第四位学姐，我说台语，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可以吗？我讲台语，你也听吗？我是伫桃园过来的，我也退休已经十年了。可以讲说这个十年当中，领的优惠也很好过。可是为了建国的方面嘛，就觉得说我们下一代会很可怜，不建国的话会很可怜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就是他第一个工作难找，第二那个小孩子啊，他现在赚的钱没有以前我们赚的，无外一间谈的向你后谈哦，所以我觉得说下一代会很可怜。谢谢。好，来，请坐。所以希望后一代啊，所以要建国，吼、哦，希望后一代的囡仔较好找头路，
好，再来第五位哦，哈。我有人唱嘞，啊无你第六位医生诶，啊你较等下哈，歹势。所以我嘛毋是好诶管理者吼，一点咪着破咧啊，无啥物关系来。因为台湾吼。来，请报大名。哦，我姓郑，郑英雄，对家己来。来，好，请讲。因为台湾自有史以来毋捌见过鬼，拢互外国来咧在坐，拢都爱讲外国话。即马讲中国话，无做国语。啊，因根本无甲台湾人看做人，所以有人讲我甲恁当做人看，这就是侮辱台湾人，因为台湾人无国。OK， 好。迄、这个要找出的是台湾人的尊严，无爱阁过迄款浓脸溜脸吼。人讲或者，迄句话较歹讲啦吼，就是意思是，即摆即个统治者咱着看伊的面色，啊，即个统治者咱看伊的面色，所以毋捌见过鬼，要见一下看卖呢吼。找出台湾人的尊严呢，学者。因为伊录音吼是要录落去，毋是为着要互我听。我叫魏美玲，我从来自中立。是。那我为什么会来？当初听他们介绍人介绍，我当初认为干么扣零，好像是天方夜谭。可是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后来为之反省。第一个，我上课之后懂，台湾不是我们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不被这个国没有国际地位，没被承认。那我最重要的，我感觉是安怎？得政党二斗，蓝绿斗的这样，再像国什么亲民党，还有那个什么党，搞到这样子乱七八糟，所以社会非常乱。第二个呢，贪官污吏。那贪官污吏的严重，当我上课之后，我了解了，我就感慨哎，我说哪会安呢？所以我感觉看不到未来。我们的台湾的后代子子孙孙，可能就成为马可斯那时候的菲律宾，将来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愿意来介绍人家来参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刚刚讲到菲律宾哈，菲律宾还是一个国家，怎么办？我们刚刚所举的所有的现象哈，拢是一个国家，已经是一个国家，伊嘛有可能有诶。我简单整理一下。第一个爱公平公义的社会，第二咱啊后一代人呢，吼，迄个较好找头路，吼，有未来。第三，我们不要贪官污吏，我们不要政党恶斗，我们要有尊严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想，这要安怎甲建国牵做伙？有的人讲有啊，你看人民进党人伊嘛咧拍拼啊，有啊。国民党伊嘛讲啊，国民党伊讲啥物？伊就是讲因为我过去无好。所以我们才去予人推翻，吼，包括二二八，嘛包括呢，这个阿扁啊，吼，我讲着阿扁啊，阿嘛佫讲着讲，顶日伫两千年的时阵，因予政党轮替，所以阮即马嘛咧做啥物改革啊？民进党嘛是一直咧讲，因咧追求社会改革啊。咱看有一寡国家，头拄讲的菲律宾，咱讲的中国，咱甚至买当讲印尼，买当讲泰国。其实这些国家都有国家，但是这些国家都存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，譬如说像印尼、大家知道你如果说家里有十多人的一个外劳啦来这哦，他一定要去借一种钱，这种钱叫做外国的中介费。这个外国的中介费呢，有的八万，有的十万，这样他的利息多少？22%啦。我想说哇，哪有一款钱啊，这22%规定的就对，伊嘛是一个国家。所以伫遮我无要做答案吼，我想要甲各位讲，因为咱毋是来读，搁再读，咱毋是兴读册才来遮，咱是来找出路的，为台湾来找出路的。无管是要予台湾一代好徛起，后一代搁好徛起，后一代搁好徛起，啊是安怎？大家拢有家己梦中的吼，我有一个节目叫做《梦中的国家》。有咱理想中的，有咱民梦中的，有咱认为讲这才对的。譬如讲，有的人去过美国，伊讲我就是感觉予美国管，因为我至少即世人看到讲台湾的社会亲像美国的社会安尼，我甘愿呐。有人去日本，我甘愿予日本人管呐，因为我看到日本迄款的社会，我甘愿。啊嘛，有人搁去别的所在，所以伫遮我想咱一定要。问咱家己，而且一分钟内都要去回答头拄仔讲迄个问题。
迄、那个问题就是讲，有咱看到台湾有真侪现状，咱无满意。但是为什么要改革这个现状？伊需要一个国家，才会当完成。为什么？即马咱讲的唔是其他所在啊，拢讲干呐台湾哦。是安怎台湾就一定要通过建国这关？才会美梦才会来临。啊，有可能已经建国啊，结果。美梦无来临哦，咱知影哦吼，真侪建国过诶国家独立过程吼，包括韩国在内，伊革命诶政府一去哩啊，无偌久安怎贪污啦？为虾米？因为伫革命迄个过程中，大家互伊真侪真侪诶权利嘛，甲伊神圣化，啊了去哩了无偌久贪污啊来，所以通常拢有合作一次革命甲二次革命。第一次的革命通常都是建国的革命、独立的革命；第二次的革命通常都是阶级的革命，也是讲这个统治政权、国家的机器、以贪污的革命。啊，不过对台湾来讲，看到台湾即马目前有真济无好的所在，我想连囡仔都要讲。你若问讲，你有希望台湾更加好？有，啊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，有足济啊。包括安尼暗时啊，是安怎安尼有一空才大雾空啊？迄个平常时啊，学去送啊，吼，骑铁马啊过去啊，啊怎弄落？迄空偌深，你知无？拄啊连车带人安尼落，翘伊了，真正翘伊了。安尼爱背无？哦，爱背，但是爱背都毋是解决问题啊，是人先啊，都要安尼翘伊啊。连这嘛是爱改，但是这甲建国有关系，无想。这个问题不是我问你，你问我，是咱拢需要去回答一个更加大结构性的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个问题留咧，咱搁跳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台湾，伊安怎看？伊唔是一个国家，你安怎看？啊，即马已经读过册啊，即号做经过哦，哈。有的人讲伊也捌国际法，有的人捌历史，有的人是听课。即摆你要报人，要报啊！人讲桃园伫倒，啊桃园伫遐，你要报人啊，吼！即摆我希望讲大家咱来报人五个，对对看得出来，台湾毋是一个国家，对对。因为这个问题有重要无？老师，你来安尼来遮，我若要听你讲话，啊你来来找茬，吓！不是啦，因为现在很清楚，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的问题，在台湾如苍苍如佩佩、啊、而且什么人最高如名嘴最高如、啊、拿麦克风的人最高如，那些博士最高如、啊、那些做官的人最高如、啊、但是啊，所以无法度有任何人给我们答案，只有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答案，而且我们如果会通，我们就要说给大家听，而且越简单越好，那不是这样好不好？五个好来，这是电学长。头先有讲，你麦克风不是要讲给我听，是要讲给迄个录影，吼，有经过麦克风，迄个录影才有声音。啊，多谢。第一个原因，台湾唔捌建国；第二个原因，即马伫台湾的这个政府唔是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已经伫1949年就去予共产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替代去啊，多谢。好，所以就是讲无一个建国的仪式啦吼，真侪人拢有建国纪念日，啊台湾无，有啦，台湾讲10月初10吼，即摆要庆祝100年，讲伊嘛是建国纪念日。但是我伫想哦，上较出名的就是像韩国、像美国吼，因有建国纪念日。但有真侪所在呢，伊可能自早慢慢，伊对部落到城邦，一直到国家，伊安尼伫形成的迄个过程，伊可能嘛无特别的建国纪念日。所以毋捌建国，是毋是代表讲伊就毋是一个国家？过来头拄仔讲的，就是伫1949年，吼，甲中国的关系，这是历史。但是今嘛，咱发现讲真妖性，真侥幸。佫真嗨是啥物？稍等下吼，我讲一下，所以迄、那个，就是因为咱的囡仔甲咱讲，爸，
不是国家，啊，不然我们现在是什么？吼，伊就安尼甲你讲，我们有政府啊，啊，咱嘛有钱通用啊，咱嘛有 passport 啊，咱嘛有去国外讲有百几个国家讲啊，申请讲咱会当免签证啊，对不？吼，咱嘛有国防啊，咱嘛有教育啊，咱嘛有所谓建国纪念日啊，伊安尼甲你堵啦。啊，即马民进党嘛堵呢，民进党堵的我先煞讲，民进党讲。对啊，对，你讲的无唔对。唔过呢，因为咱伫1996年选总统了，安怎？已经，伊讲这嘛叫做一种的自民主国咯。就是讲，虽然伊无叫做自民主国这四字，但是那是大家啊，拢同意啊，要选总统啊，无人出来反对啊。讲你若要选总统，我死了，你看，拢无人啊，无人安尼啊，啊就去选啊，啊当变安怎？我即马讲的今天上个课未熟悉，或者建国的难题啦，吼。但是真正这个物件，咱头先所讲的历史啦，但是伫教育内底，伊偏偏啊唔甲你教历史，啊，所以无历史感啊，历史无重要呢。重要是啥物？历史感。我无结婚无重要诶，上重要是我对结婚爱有五望啊。迄、那个五望伫倒位来？对对，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代志。这个欧巴桑哈，学姐要阁讲，但是我是希望讲，咱的其他的同学，唔捌讲的哈，尽量举手起来讲。为什么我希望恁安尼呢？台湾哈，唔知是去用纠缠嘛，是安怎？咱真正对这有一本册叫做《前世今生》呐，伊讲哈。人的，咱若去拄着惊吓的代志啊，拄着什么款的代志，伫咱的这个脑下垂体吼，伊会变形，伊会有记忆的对啊。啊，可能咱过去因为有经过一挂疾病的恐怖，所以咱的脑下垂体生得跟咱无啥共款。咱就是伫公开的场合要讲话就是错，就是无爱，就是唔啦，就是会安尼唔知安怎咧，无啥好势安尼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这款的无啥好势。可能嘛是咱吼，较等下阁去讲着。迄款无迄款民族的自尊心，无迄款民族的自信心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有啥物要独立啊？有啥物要建国？啊，着互人管嘛真好啊，对无？即马嘛真好啊，头路较歹找，啊，咱着较骨来找。听讲寄一百个履历，吼，啊，若着十个啊，你着甲寄一千个啊，你着有一百个机会啊。有人安尼讲啊，足侪人啊，吼，所以。地地看，台湾不是一个国家。来，学姐，很抱歉，我只希望把重点、关键字眼把它讲出来。这两天一直上课，告诉我们，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化，重点就在这里。谢谢。这个题目看来我是踢到铁板了哈，因为各位呢，上过课以后很有历史观哈，但是我想。为什么这样子的部分，我们更要快速的去谈？所以我很希望这件代志呢，要成就哈，一件事情要成就，那就买来修嘛。我们是不是成就很多事？找工作、结婚、维持家庭、维持家庭，这拢是有成就，家己呐拢有成就。这个中间呢，不是因为经历伫咧家，所以迄个囡仔就要听你的，不是。你要有材料给迄个囡仔。他想要怎么样学习，对吧？他想要学啊，他想要爱啊，他想要爱一个国家。今天我就不爱结婚啊，我就是单身主义者啊。你跟我说结婚，你不结婚，所以你要去结婚啊，因为你过去的男朋友那都不是结婚，所以你怎样，我就不好啊，因为结婚对我来说没五望啦。所以同样，我感觉你这这种是建国有的手段，这种是咱需要的条件，这种是事实。因为，就是因为对尾后发现讲有足侪现象，这个现象原来咱连一个国家都无的时阵，咱只要对遐个开始偷。啊，若已经有国家哦，咱可能开始偷社会哦，公益的问题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贪污的问题啦，啥物的问题，我讲安尼对不对？但是即马，咱应该先去偷一个足基本的。国家到底会当予咱创啥物啊？咱为啥物会五万一个国家？
我觉得这个渴望我们一定要会当讲出来，因为有很多人生理人无国家，对啊，有一脚皮包关，我全世界我嘛当做生理啊，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拢嘛我的朋友，所以伊对国家伊无特别愿望啊，啊，唔是讲伊无愿望，实在是因为唔捌予人听过啊，对不？唔捌予国家笑过，唔捌予国家听过，啊，所以伊就讲迄款侥幸话啊，可怜话啦。一个发生什么天摇地动哦，譬如讲像挪威死七十几个人，需要国家无？需要啦，伊存足需要，为什么？严重的撤侨啊！哇，也是要找无政府，啊，咱毋是有政府，啊是安怎无法度撤侨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只好着去挖中国啊，敢毋是？啊，挖中国，毋讲啊有通挖嘛袂歹啊，反正船他客啊，飞轮机他客啊，奇怪呢，伊先啊对咱消消平平啊，吼，客一个安尼，今仔日好，咱一个好，啊明仔载着要讨安尼规拖拉骨转去。这敢真正是咱的亲生的爸母？敢真正咱的？啊，咱的哪会这款的？我讲安对吧？哦，啊，佮有甚物时阵需要国家？来，林章轩来自中立。是。因为这个日本投降之后，他把台湾交出来，在法理上。在各条约里面都是台湾未定，未定论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主权。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要有主权。谢谢。还是一样的问题啦，哈，我绝对不是来踢馆的。大家刚刚讲的这些东西，就是我们要在国际法上面，我们甚至要去说服所谓建国的正当性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回答那个内在的渴望。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？大家你敢知呀？因为你若无渴望，你无迄款足强烈的，我一定买，我看看哪买，我就是买。我们为什么会有影响力？但为什么也当去说服别人？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万一咱来去拄到咱袂当生袂当死的时阵啊，哦，比如讲，就有人甲你应，食饱食饭都食袂饱，搁咧建国，咧建什么国？是不是这样？就是说。我们怎样去承受那种压力？还有，你某跟你讲，你若搁讲要跟你离婚，啊，囡仔搁讲，你若搁讲，我不爱认你做老爸，那怎么办？我怎么讲？哎，我现在讲的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啊。你去上班，你去学校，吼，教册，这个机啊，这个是这个美国机啊啦，吼，这个美国机啊，看迄个。迄有诶过去啊，连早起游行转来，迄、那个布条啊嘛毋敢安怎，也不敢绑啊，毋敢啊。为什么？一有压力，马上就不行嘛。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，我下面讲，那个渴望要大，大到多大？因为各位，建国的过程一定要让渡个人啊。卖骗了啦！建国的利益有可能是一个永久的利益，是一个团体的利益，是一个足大的利益。但是伫这个过程中，不管是已经有一个国家了后，还是讲伫这个建国的过程，个人的幸福一定要让渡啦。今日咱来知影一件代志：好人啊有好报哈。这句话呐，百面对的，无歹人啊，因为大家拢嘛要有好报啊。迄就是有当时会感觉讲，巴肚足枵的，头前有一个物件，加喙呢拢无人看的，我摕来食也毋知偌好啊。这是啥物？这嘛有做人的尊严的问题啊！万一去互发现到的时阵，你就要去互关，你要去互笑啊！巴肚枵啊，已经枵三天啊，要食也毋食？一定有嘛，一定有冲突嘛。啊，无台湾早就已经建国啊，台湾倒位咧输人，大概咱咧讲讲啥物？台湾的经济体。排什么全世界的第二位，台湾的迄、那个咱讲做教育程度，哦，上小学讲已经合作99.8%，上国中讲合作99.6%，还是99.5%。即马十二年的国教要来的时阵，会变成安怎？
连上国中诶嘛已经99%偌济，即马更加惨诶是大学早就已经破百嘛。每一个人读大学的机会已经103、105，差不多过两年了哦。听讲诶哈，2014年是吧？2015年啊，讲迄年了后，当时啊，伊个人口啊，吼、哦、会减足多着着啊，啊所以呢，上学个人会搁较少，甚至少到1/3啊。我迄阵读册个就学率搁较悬，啊但是足奇怪啊，就是到底是你欠啥？欠无灵魂呀？是欠啥？一定有诶嘛！啊，若无诶时阵，是安怎？咱即卖会当去做民调啊？台湾独立建国，好无？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毋知要怎回答啊？当然今日毋知有人做记号无？过来，只要问一个问题，讲只要无中国诶因素，还是只要中国放咱生放咱死安尼，互咱完全自由，安尼来选择？我想100%吧。有的人伊讲我虽然选啊，就算要互通知嘛，袂瘾互中国通知对无？我要互美国啊，我要互日本啊，我要互啥物人啊？瑞典啊，我要瑞士啊，我要变做永久的中立国啊，哦，拢有啊，拢走出来啊。啊，所以重点是伫对，重点就是讲即款爱，都无爱加，遮尔个爱嘛，爱加讲我个人到底会当扭到偌济？无想清楚啊，都想讲最好卖扭到啊。今日林志兴老师，哈，伊甲咱带来一个好消息，讲哦，美国，但是我嘛是小可要调整一下。美国若真正好好，想要帮咱农民留连60几档，搁呾，搁咱去甲争取，搁会甲咱考验讲，哦，咱若爱有偌济民政府的人，哈。啊，爱有偌济，伊才要分身份证。嗯，啊，即块到底是好人啊，歹人啊？即、这个国家到底是真正真心为咱，啊，是像上帝共款拢咧甲咱考验嘛？所以看起来啦，看起来就是讲，哎，人以为家己国家的暗算，伊真爱台湾，但是更爱美国；伊真爱台湾的存在。但是伊搁较爱美国，有美国上界悬的利益，所以伫即个情形之下，咱毋知拍拼嘛，对无？咱来拍拼，咱来互人讲哦，你看，毋是干呐？你输咧还爱尔，你爱真正爱，因为阮有国际法，因为阮有啥物，因为你爱讲国际正义，因为你甲阮等你遮是你毋对，咱爱搁共激呢，爱搁共拼呢，啊拼到最后的时阵，万一。中国若搁出手，中国讲你若要甲管，安尼所有的钱即马水害我，好咧，即马中国变作美国的上大的债权国，咩呐？水害啊，咩呐？所以我即马讲的毋是讲啥物是道理，啊啥物是咱会当摕来用的工具，拢会使用，因为弱国，莫讲弱国啦，咱拢是较弱势。我家己嘛是伫我生存的过程中，我拢感觉吼，咱无啥物姿势可言啦。那是手呢有十粒枪支总安怎总弹出去啊？有十个方法嘞，咱建国十个方法总用啊，对吧？所以莫莫讲较歹听，就是讲有一寡较奇怪的方法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只要迄个建国也是遐尼啊明确。遐尼啊，非得着不可的时阵，咱就袂计较一个方法，就像林志升安尼，美国一体，吼，日本国一体，啊，看联合国国一体，啥物国一体，反正就是一定要冲到结界的行为止啊。我感觉这点是重点哦，因为咱搁倒转来看，国家会当予咱啥物？我最近。有伫写啦，我认为国家一定是有予咱好处嘛，我要爱国家创啥？因为咱袂容易看到国家予咱歹处呢，对吧？咱若无头路的时阵，伫路呢摆路边摊，
伊会来抓呢，迄警察会来抓，伊有警察权啊。啊，抓了有当时啊物件装收去呢，有当时啊无拄好，拍人诶，啊你会去关呢，哦对不？啊所以这就派出啊，过来，好税金以前营业税5%，啊迄个盈利所得税25%。赚赚的拢好伊去啊！迄人讲即马微利毛利的时态，讲3%尔，25%高起啊，到底是存啥物？咱无看到国家有予咱啥物好处，咱看到咱国家是予咱真侪歹处，搁来去上去好好读册。我逐工拢伫遐度苦，毋知读个拢无趣味的物件，读16了后出来，啊结果要找头路也找无，吼要创啥也歹创，到底？国家予咱啥物好处？过去做兵个，查甫过去做兵个，啊有当做兵，阁予内底个学长阁甲咱夹，啊有当时个，迄会死伫内底呢，夹胎会死伫内底呢，拢无看到国家予咱好处啊，当然毋是啦。头拄仔有讲，有人有啥物去美国住，去日本住，去倒位住，拢有感觉，有迄个感觉，我去日本嘛就有感觉个啊，奇怪。啊，日本哪有迄个规个民族性有无？你去遐问问题啦，问路。哦，迄差不多每一个十字路口拢甲你画个，甲迄青阳顶拢画出来。迄是拄着一个，毋是诶。你问十个就安尼。过来，你去找警察，你去找警察看嘛咧，会使甲警察借钱诶。因为因诶治安较好啊，无像咱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因诶警察大部分咧做诶代志，就是你毋知影路，甲你报路啊。啊，过来就是。有当时啊，你若讲无啊20块、30块有无？无钱通坐电车，迄个借你个，有感觉啊。过来，连国外的人去到因迄个国家，因为才有水准的。像我去遐读过册啊，啊，我提是迄个入国的登录吼，的登记尔嘛。啊，去做学生啊，啊，着迄个大便有血啦。伫学校内底，人就紧送去社区的病院。哦，迄天我嘛毋知对啊毋对啊，翕超7-8张的迄个 X 光，我讲那伫遐翕遮侪张，变过来阁变过去。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，我目屎流落来。伊甲我讲，你还阁遮少年，应该好好保重你的身体。哇、哦，即句话我足罕哩伫台湾的迄个听过，毋捌。咱会记得无？即马。即马嘛可能要阁安尼啊，咱去迄个邮局，若要寄一张或者啥物啊？印刷品有无？讲爱安那？爱加呢？爱加空呢？啊，我讲啥物加空？嗯，啊我无加空，我哪会知影你有甲我骗无？伫日本、伫美国迄款社会、迄款国家，伊是甘愿互你骗呢？因为伊相信伊个人民大多数是好个。比较伊个利益来讲，安尼一个一个去加，一个去查，加伊安尼可能伫遐内底嘛有拍数吧，5%还是偌济拍，有人得小屁脸啦吼，想讲安尼准过。比较上，伊认为伊甘愿相信啊，因为伊算你相信了，迄个人无得较佫会歹势，至少伫咧相对利益上，迄个人工啦，都差足多啊，对无？啊，咱毋是啊，大家加啊，大家迄落个时阵。啊，冲到尾啊，啥呐？互相拢无相信对方啊。咱甲国家存在的关系，就是甲咱通敌安尼尔，就伊甲咱通敌尔，啊，伊无相信咱。我认为国家我较紧讲，因为我惊讲即马安尼吼，坐一年了，咪我时间到。第一个，我认为伊要提供安全，对无？即马莫讲咱是建国行业啊。就有一个迄个走来讲，这个某咪人，你欠我钱，我踮遮拍人，安尼会使无？啊，袂使啊，咱相信啊，因为吼，至少报警才来遮抓。当然，咱遐警察无啥查即款代志啊，保护咱的安全。第二，啥物？我感觉上较重要，自由啊，甲平等啊。啥物自由？咱会当行来行去的自由，对无？咱会当拥有咱的钱的自由，
啊，无有一个人走来甲你讲，啊，落地的钱我的，什么你的落地的钱我的，那有这款偷税，所以伊要维持，伊要维持这款自由啊。啊，过来嘞，头讲平等，平等有重要啊，平等足重要。咱无法度去限制讲有个人甘金汤匙大汉的，对无？但是你看上届平等的社会，像迄个欧洲的国家，伊唔呐讲是伫法律进程，大家拢平等，对无？你杀人有钱人杀人，甲无钱人杀人，爱共款。以外，每一个族群，头拄仔讲的，你用语言的权利嘛，拢会使啊平等啊。唔是讲哦，你客人，你有较小，啊，啥物人就较大，无即款代志。无个查甫较大，查甫较小，嘛无即款代志，平等。哦，你的出身，因为你有钱人，因为你善家，因为你有读册，因为你无读册，所以你张票，你互做记号，讲这张是真的票，啊，这张是假的票。哦，啊，飞行机载落来了后，死两百几个人，哦，讲这个教授，所以这个赔偌济，那个赔偌济，当然啦。你的后壁，那你家己另外搁去报的，迄无法度啊。但是维持迄个基础的时阵，是毋是平等？平等有重要，安全、自由、平等，啊，过来嘞，照顾，伊也甲咱照顾无？我感觉台湾人足可怜的呢，这个七十岁啊，竟然搁唔退休，唔退休，当然。囝唔大汉啊，哦，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。安尼转来一直奶一直迄个都唔大汉安尼啊，迄个，迄到底有甲国无国家有关系啊？无关系，我感觉迄囥来这个讨论。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安那国家无甲咱照顾啊。即个大家一直咧讲个足可怜的，讲什么英民17,000块，啊，咱嘛要偌济要安怎照顾？伊爱甲咱照顾无？伊爱甲咱照顾。社会有真侪弱势者，遐弱势者敢着全咧放互死？无啊！有真侪老伙仔，有啥物？有真侪红幼仔、红迄个细汉囝、红婴仔，有个人老爸老母无甲饲啊。个个到底有照顾的责任无？有啦！因为咱拢是安怎？人讲的大大的一家伙啊嘛。一个伙仔，这个人发生代志，那个人发生代志，敢有注定好好的？无啦。今日着你，明仔可能着伊啊，所以照顾。过来还阁有无？发展。所以各位，为什么爱有国教？什么六年国教？什么国教教育啊？教育就是提供咱发展、平等、平心。善家人变心的一个上大好好的机会，你若无透过教育，一切拢免讲。啊，所以你看，人有人做啊个特地是，一直到大学，你一直读起啊，拢免钱啊。发展，一个有无？我希望各位个尊严呐，头拄啊讲的，吼，尊严啊，正人啊，你这尊严这个物件较复杂，有当时啊，弱国嘛无啥物尊严。对吧？你看咱二十年前去越南，哦，迄那去人迄庙啊，哈，啊，安尼规大片，因为善食，所以安怎足济囡仔去食，有伊伫甲你叫，啊，要甲你摕物件哦，要甲你倒摕，你个皮包要甲你倒，许多人伊遐嘛是真讲，真有志气个，伊要甲你服务呢，伊是无工作个机会呢，伊嘛想要有工作。啊，譬如讲，亲像印尼个人来咱遮做事。这嘛是会当看到国家，这个国家就是唔难，爱阁是一个国家，而且阁爱强国。从因来，我常常拢嘛咧讲，我顶届嘛来讲啊。谁啊？咱印尼的人爱来咱家做外劳，谁啊？越南的人爱来咱家做外劳，谁啊？菲律宾的人爱来咱家做外劳，善国弱国嘛。有一天咱若阁变弱的时阵，咱嘛爱出去啊。啊，为什么会善？迄毋是因为因较无才情呢，因为因唔拍拼，因为因无聪明诶，都是因生伫印尼就注定因诶钱较细圆啦。因为因伫迄个土地就是较生袂物件出来啊，所以国家有啊，国家有啊，国家有重要啊。但是
至少咱有一个有一个清楚的理解了。各位，恁若感觉还阁有的，恁会当阁生落去。今日我有头好讲的，我跟他讲40%的对，啊，迄对拢是恁会晓的。迄50%是要互恁调整的。过来，就是我是感觉起一个头了，咱家己开始重新来建构，真紧的速度内底，互人知影为什么咱需要一个国家，为什么咱即马无一个国家？那万一真正强落去的时阵，咱需要放弃什么？袂无？袂无？有的人伊的教育，咱来讲日本人的教育，咱来讲欧美迄款国家的教育。因为教育毋是教育讲咱爱安那，真够写字，真够读字，真够背诵。伊教啥？伊教咱爱甲别人有连结，爱甲啥物有连结？心，咱的身躯甲咱的心爱有连结。咱的心呢，嘛有一个意念对无？迄、那个意念啊，腹肚枵，啊就想要去冰箱开冰箱来摕物件，有连结咯。过来呢，迄、那个意念嘛甲咱边仔的人有连结。咱若笑笑甲讲啊，这位先生，我到嘴干，你甲我摕茶好无？咱的意念透过嘴沟通了，伊就大部分会去甲咱摕。咱若好，啊，若共命令的时阵，可能伊就想讲，我都无你安尼的钱讲。所以，伫外国的教育，伊教育啥物？伊毋若教育讲咱甲国家有关系尔，伊教育讲咱甲咱的边仔的人的存在嘛拢有关系。咱甲学校有关系，咱甲社区有关系，咱甲社会有关系，拢有关系，甚至咱甲咱的环境有关系。哦，对无？你看这两天啊，迄拢我都迄拢闪袂过。韩国嘛，吼、哦，韩国即届嘛是个土著流啊，迄种很快会着啊。咱对环境做啥，啊环境着对咱做啥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搁有，咱甲大自然以外，咱搁甲迄个看袂着的集体，吼、哦，讲的看袂着的集体，就是咱头先讲的国家啦，有当时啊嘛足大个。啊，过来就是咱甲咱生命中间的关系，咱甲迄个无形中间的关系。为什么这足重要？哎、欸，素华老师，今日咱咧讲的是国家呢，啊，你奶奶刚刚讲这個，无啦，国家有当时啊都抽象的啊，你的国家人甲国家迄中间有一个社会网网伫遐啦，迄、那个国家迄、那个出来迄、那个政府，伊甲咱迄个网有无？迄有当时迄网唔是咱家己，有这条完全家己去设计、家己去制作的，迄有当时啊就是安尼拍落去的时阵，哦，迄、那个网。啊，迄、那个网呢？伊有啥物机制？咱中间有啥物关系？咱即摆来记，记死人呵。哦，我真钦佩日本人。迄不管是热天、寒天啊，啊是落雨天、风台天，啊是讲迄个过年的时阵，只要死一个人，几工？三工啊，三工就出去啊，有哪紧？因为有一个社会网络啊，迄网络就是我一个人可能我通知五个，哦，啊，今天嘛通知五个，安尼拍落去，我卡几通电话了，然后刷了转去落去啊。再来像迄款，有咱即个看核灾，核灾有无？因为有啥物社会网络？因为迄个便利商店啊，便利商店因为拢有囤货嘛，啊，为啥物利用便利商店？我都嘛捌讲出来，互人笑啊。台湾的八八水灾 7-11 哈，讲捐3000万啊，捐偌济啦，捐予政府啊，真有爱心对吧？即卖因为迄有当时路会断啊吼，你位置内底你要甲摕水的时阵，一罐水本来12块起到15块啊，莫，台湾就是安尼啊，每一项物件因为无法度靠国家，所以逐项代志拢爱家己。将本求利，拢爱算甲真迄落啊！咱一个人要老，头拄仔讲个70岁有啥物唔退休？唔敢退休啊！因为无人甲咱顾啊！因为咱拢嘛咧风声讲，一个人若65岁了退休，上无讲爱有3000万才会当退休啦。我一世人要欠3000万，有够困难嘞！啊，万一某若还佫跌咧，某嘛还佫3000万、6000万，要笑人讲，规气就一直做啊！咁真正啊济，因为。
无人用，孤零零的，唯一台湾唯一的社会结果，咱甲啥物人有关系？真正有关系，甲恁个囝啦，佫毋是啊，甲咱个老母啦，甲咱个老爸啦，老爸老母敢若袂输真正欠咱个安尼，啊，过来咱个囝，咱个囝是咱个投资嘛，所以你看有影无？外国人啊，若袂生啊，外国人若袂生个时阵吼，人因养个吼，有当时拢超过因养一寡安尼。安尼贫血的啦，开脚的啦，头壳足大粒的啦，吼啊，智商不足的，一届有当时啊养两个，有当时啊养五个，因迄嘛毋是啥物好个家庭呢，但是因都迄款社会就安尼，咱个社会安怎养人？我问你敬，第一超过两岁袂使认人啊啦，第二看起来安尼无安尼头大面四方的，无福相的唔嘛，吼有破病袂使啊，面白细少的阁唔好啊。咱是咧经商，啊，咱咧投资啊，对无？咱对生命嘛咧投资啊，这着古早拢讲过啊，对无？生命若唔好，咱投资，生命咧头嘛会当扑起来啊。啊，着为虾米？因为我上大啦，因为我无人甲他甲我顾啦。我今仔日我若变弱，我若无比神较大，无比虾米人较大，较大，迄定定你看有无？伫迄个病院的门口口啊，兄弟姊妹用底下小拍，拍啥呢？我爱先嘛拍，死的先嘛拍呢。我爱先拍讲，你来使给老爸食这侪营养品啊呢？这些钱要留要分的呢？啊，你嘛拍，啊，你著交予医生，你著听医生的就好。点么出主意、出东出西？不是袂使出主意，就是因为钱啊。我袂出主意，就我袂开钱啊。对吧？啊，即摆死了后，讲袂好势，囥在遐毋敢呆，就大堆啊。为虾米会安尼？为虾米咱人咱会遮强？台湾人咱会遮强？啊，无通毋着强，啊，无要安那？你看外国，即个伊个弱，伊甘愿弱，伊甘愿服从，因为伊知影毋是一个人嘛，伊知影迄个毋是一个人，毋是讲保证即个人拢袂死，毋是啦。是因有迄款叫做家族，因有家业，家业，恁听有啥叫家业无？吼、哦，像台湾啊，你即摆王永庆，吼、哦，死了是毋拢会分？哦，爱分啊，分甲啊，着愈分分三地了，差不多分甲无厌啊，容易啊，对无？啊，因诶毋是啊，即家业，所以团合一个，为虾米迄个家业爱留落？我要讲的就是讲，有当时啊，因为有迄个团体的生命，伊嘛会继续搁发展，继续搁存在。所以伫这个过程中，个人无独独是个人，大概拢爱活甲上好。所以咱才会去看到有的人个人去为着团体去牺牲嘛，无一定是牺牲生命啦，有当时是牺牲时间，有当时啊是牺牲大事。牺牲嘛，才肯啊！咱肯无？咱即马创家，即个变作嘛是因嘛是果嘛。因为吼，头拄仔讲个，无人互咱养，无迄个国家互咱养，无即个社会网落去拍，所以咱常常拢感觉咱一个人足孤单。到即马上个流行个话是安那，把家己个囝当作孤单啊，饲孤单就对啊，袂用个啊，连囝嘛袂用个啊。我要打死啊！你妄想，咱总有一天咱会变弱嘛？咱的脚手会袂好势，咱会袂行，啊，袂安怎？所以，即摆要讲的，就是讲，无管是透过教育，透过啥物，咱除了去熟悉咱个人、熟悉国家、熟悉迄个中间有一个人甲人中间，还是咱人甲其他，遐嘛一个存在啊。伊嘛会讲话啊，虽然无一定讲话用台语讲，吼，我讲的讲话是山嘛会讲话啊，树嘛会讲话啊，神嘛会讲话啊。到底你有咧听人讲无？还是咱拢要讲互听？即个物件当当有即个连接了，咱开始思考生命啦。当当咱甘愿啦，甘愿即个生命毋是干那小我生命，还佫有一个大我生命。这个部分我们会拆，
咱知影讲有可能咱会先死，毋过咱的囝国家会甲咱饲，咱相信。啊，咱嘛相信讲，头拄仔有人讲啊，讲土地啊，啊老啊，对无？未使即摆安尼开了了啊，啥物叫做啥物叫做土地正义？啥物叫做世代正义？即摆即摆真流行的迄落啊，连马总统嘛咧讲啊，马英九啊，那是真正的是，迄是人的物件，咱人开过头呀。啊对无？咱人考过头去，譬如讲石油啊，人大家拢咧算什么石油，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奇怪，石油是恁这代爱共开吼，拢互恁开了了啊吼，土地开垦啊，对无？吼，所以伫这个时候，咱才开始，毋才会去思考这个代志。啊若无，如果一个人就是孤零零的，都、就是一个人的时阵，今日爸今日伊才讲啊，明仔明仔的代志。啊，台湾人有可能无五万无？我感觉足无五万的。咱来看一项，即马全世界讲台湾的，是第一个、第二个哦，上唔生囝。各位，唔生囝是啥物意思？咱敢真正上善的国家、上善的所在，敢是也无影上善啊，对无？歹找头路，大家嘛歹找啊，全都唔生，饲袂起。不，饲袂起，其实咱嘛是真虚花啦。过去有无？咱迄、那个，咱妈妈安尼一届生十几个，人伊个嘛饲袂起，毋过大个阁会去，吼、哦、去顾细汉的，甚至外口的种猪菜，会安尼互猪仔食，咱嘛摕转来食，啥物迄落，是毋是安尼？毋是啊，因为算一个囡仔时阵，就开始算哦，教育补习啥物安尼一大堆，对无？但是我要阁讲。为什么爱安尼甲因投资？因为认为若无互因上好的，因拼到安尼上关站的，因就无法度啦，无机会啦。所以讲来讲去，拢是因为咱无法度相信别人，咱无法度相信这个社会，无法度相信这个国家，无法度啊。我嘛感觉真奇怪啊！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毋捌补习过，毋捌大汉。我会记以前八点咧，我老爸毋知影，有够奇怪，八点就爱困。讲迄小学生安尼，补到十二点去写功课，啥是毋知影创啊？啊，真正写较济。各位，恁敢知影我化学系？我记得有一个大学是化学毕业的。我即摆连咧周期表第一啊，都袂记咧。你写伫我头前，可能我嘛袂认的哦，袂记咧。你敢真正对咱一定爱记教安尼，啊一定爱迄落，才对咱的人生，才对咱对台北要到高雄、要到美国有帮助。无影，所以无国家吼，我感觉国家有一个国家伫台湾呐，一个会提供一项物件啦，叫做真实的。你若问我为什么要建国，各位我来讲，我挡袂掉啦。我感觉大家有材料面对无真实，安尼过日子过到安尼吼，我无法度啦。我感觉甘愿散，甘愿安怎安怎安怎拢一大堆，好我拢会当忍耐，但是无真实，因为只要无真实，伊所有代志拢毋免讲。拢免讲，对吧？你看有无真实无？即马人咧讲啊，选举到啊嘛，但是选举遐个候选人，因讲的遐个物件，好口号啦吼，上好因个啊，公关公司啊，广告公司啊，替因写个啊，结果啊，即届迄个啥物人嘛，范可亲，遐上好笑啊。即马即届有阿扁啊，吼。后一届阿扁也出的钱较少，即马阁徛过一边，所以即届阿扁啊这边咧讲唱衰台湾，讲国民党咧唱衰台湾，即马后一阵换国民党嘛咧讲民进党唱衰台湾，我到底是安那？啊，就因为啊，就拢公关公司写的啊，所以安那转过来转过去，走过来走过去，啊，咱会当忍受无？咱拢当忍受诶，有啦，拢嘛有忍受，咱就无安那啊。我嘛好好，吼、哦、啊！有人开始就讲袂使，我看有学姐伫遐害头袂使，人就搁出来啊！啊，你毋通安尼啦，你要为着大局啦，你要为着啥物团结啦，啥物有无？明明讲袂使，你袂使变面啊！因为你袂使讲啊，啊为着团结，搁为着大局，大家听落去嘛，毋知听有啊，听无就搁下落啊。有为着大局，为着团结，所以你讲的就是讲。无法度呢，台湾至少其他的国家，咱讲迄原始的部落，迄我唔知道。但是伫台湾，
为着讲要台湾是一个国家，为着讲台湾已经独立啊，为着讲什么安尼，安尼有做什么话啊？白贼话一连片安尼。啊，人讲的讲什么啊？为着要暗砍一个白贼话。啊，台湾搁足济足济白贼话安尼，一直砍嘞，一直砍嘞，一直砍嘞。啊，砍啊怎嘛？我常常要问各位啊吼，讲想要统一啊吼，想要迄个拢话讲一句，血浓于水。各位，血浓于水听起来什么意思啊？血亲呢？咱的血缘对遐来呢？头拄嘛讲，咱的祖先对遐来呢？各位，我即摆安尼讲，肯定会去用拍嘛，无一定吼，因为开始挑战恁已经有诶价值观。但是我感觉，为着要建国，各位恁有肯无？连过去遮个价值观重新铺排一下，咱来看下卖咧，到底迄是啥物意思？祖先对咱是啥物意思啦？是讲祖先的灵魂还在咧，所以还在咧甲咱保庇，是毋是安尼意思？啊，是讲咱都毋知影已经有灵魂啊，无灵魂早都已经去了了，散了了。啊，是讲咱嘛希望已经走，因为伊有伊的世界，毋通伫遮咧留恋。所以祖先到底是啥物意思？祖先有意思是，迄个祖先也是强盗咧，歹势吼。连恁老爸是强盗，你都毋知，你连卖讲甲祖先啊？所以认祖先到底是啥物意思啊？咱敢真正蒙白，什么江西啦，什么迄落来，敢真正？敢敢问？问迄是真个假的？像那细张的，就一定对对来的？你搞我骗？有诶，拢皇帝属性的呢。有诶，古早迄嘛毋是，因遐嘛真侪原始诶部落啊，到时阵拢皇帝属性啊，恁搞江西啊是姓啥物安尼？啊，雄雄这人都有姓啊。咱诶原住民嘛是安尼啊。对不？被捕捉的，竟然讲要走去四潘吼，毋知要走乌兰嘛，走倒去嘛，要去找因被捕的呢，被捕的呢，被捕敢若因为总统甲肃杀四潘，所以伊要过去中国去找四潘。啊，你四潘吼？哦，我要讲的就是讲，到底是安那啦？咱假无？就是我头先讲的，真实，无真实，一切拢免讲啊。因为若无真实，毋免艰苦建国啊，啊，就讲有啊，咱就有一个国家用话就好啊。啥物物件拢有咱用话啊，话啦。只要无愿意面对真实，啥物拢有咱用话。我欲问大家啊，祖先是啥物意思？咱有人讲团家，吼，头先有讲，无就是迄个家业。有团乱，啊无就是迄个精神有团乱，什么精神？啊，所以台湾嘛有一挂人真迄落啊，伊讲，阮祖先总落落像迄北部的有无？无一个的迄个新主牌啊，总落落安尼一个菜篮安尼啊吼，讲我的祖先拢伫遮，我的祖灵呐，我的祖灵就在这里安尼。啊，其实咱到尾也嘛是安尼啊。各位，我要问恁，讲到祖先安尼，未输足重要的，我慢慢变问嘛。卖问咱啦吼，可能咱还佫有甚物家属啦、甚物祖属啦，问咱囝啦。你问伊看卖，看阿公会帮伊要去拜无？你问看阿祖叫甚物名，伊知无？啊，所以咱是安那，咱是安那，咱对这个社会无感情啊。咱对咱迄个毋捌看过面的祖先就有感情的啊！啊，真诶假诶嘛毋管啊！啊，为虾米惊无友好？各位，我嘛要阁问啊！人卖讲虾米再生一粒豆较好，虾米死了拜低头，活诶较大嘛？活诶你无感觉？啊，死诶死了后啊，即马开始互吹啊！啊，找了你本来无尊严，找了就较有尊严，吼。啊，你本来无想要建构，找了就想要建构，是毋是安尼？毋是啊，我毋知啊。哦，我毋是咧挑战讲爱慎终追远啊，是安怎？我想要提一寡例来甲各位讨论，讲好血浓于水。血浓于水就是有人用祖先来甲咱拔啦。
各位，我问你啦，你要爱祖先啦，要爱国家啦，回去啊！我若讲你若要爱国家，你袂使有祖先，你袂无？那呀，无将个，我要修半钱，啊无读册要读啥？头先讲读册啊，读无个啊，读册都毋是要读有个啊。为什么血浓于水对咱来讲这么苦？啊，血浓于水有效无？咱讲迄个中国啊，是毋是足侪皇帝？皇帝有当时啊吼，有当去拍天啊，是咧杀人啦吼，一概看要杀偌济迄个啦。啊，若天灾吼，干旱嘛死人啦。啊，过来会杀功臣啦。啊，佮有甚物时阵会杀？杀因老爸啦，杀因囝啦，杀因阿兄啦，因为要抢地位啦。那个的血浓不浓？很浓啦，兄弟的血怎么会不浓？啊，血浓有没有用？人拢话讲，唔是恁朋友编你钱编袂到啊，唔是恁亲戚编你编袂到。血浓是什么意思啊？为着血浓于水，我咱安尼一定要搁读文言文。即嘛无找祖先找无啊，所以只有找到倒位炎黄子孙对吧？到底炎帝有存在无？皇帝到底有存在无嘛？唔知。为什么爱车同文书同轨？无的时阵人嘛是好势好势啊，为着通知嘛，好通知嘛。各位，咱若伫咱的周遭好生活，咱现在都要爬山涉水去到远的所在，甚至走到其他的国家。有人讲，上好台湾都其他拢卖学啊，学英语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就因为歹讨趁啊！啊，一个所在为什么歹讨趁？你看石安山。啊，因都讲唔交税啊，唔安怎啊，对无？啊，接山头啊，人家己嘛会挖。所以要讲的就是讲，尤其咱读册人啊，我常常讲，伫市民诶迄个所在读册人，文化后进国，也是讲后进所在迄个读册人。人若摸一次良心，你要摸两次啊！台湾有史以来袂当建国，拢是遮读册人，为虾米？各位为虾米？有人较憨，你知无？一般的人就憨憨啊，憨憨。我老爸教我虾米话，我就去了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我就做我的，见我的。但是就是读册人，伊会晓模仿啊。以后去模仿通知者的价值观啊，模仿通知者的穿插，伊毋是干那模仿尔，伊回头倒转来，你会去安那？你甲人讲，下人无遐歹啦，你毋通安尼想啦，人家对咱偌好诶，所有的无真实拢是遮读册人对来，为虾米利益啊？为什么属龙公凶对吧？属排第一。各位，我问您啊，属为什么排第一？过去的属为什么排第一？那无皇帝，属为什么排第一？过去读册有什么路用？考试啊，做官啊，甲通知者连做伙啊。那无通知者的先输，要创啥？读册要创啥？读册也袂正做啊，读册要创啊？所以读册要创啥？读册就是帮忙通知者来通知啦，而且给他合理化的通知。知识分子的目睭内底无人民啊，知识分子的目睭内底有的是总统啊，有的是皇帝，有的是市民者。啊，因为安尼，啊，再来搁较惨是安那？因为迄毋是对咱真实的感动发展出来的知识，迄是咱去用借来，咱去共摕来。像咱的法律就是安尼啊，咱到底是啥物大陆法系，还是英美法系，
有时候是大陆法系，有时候是英美法系，中央拢无走，唔知咪？啊，都无适合通敌的拢无超过啊。啊，遐律师唔足大个，大到会当做总统啊，做侪个啊。法律了，学法律了，啊，结果嘞，无真实啦，唔敢。我感觉伫这个情形之下，养成什么款的性格？咱一般拢讲奴隶啦，对无？讲到尊严，就讲奴隶。什么叫做奴隶性？我常常讲奴隶性，就是色令内任，或者奴隶性。或者无穿裤、画大波，或者奴隶性。向上垂直的忠诚，对边啊都不看在眼里，互相拢是竞争的，这就是奴隶性。换到头对咱呢？好，像关主民，各位，我后日拍，我就后日拍，我无伫咧。迄关主民的精英，迄嘛毋是啥物好物啊？有啥物歹势啊？那关主民的精英，你知无？迄有诶，偌惊讲，互人知影。我的华语讲得多标准，我第一讲啊偌标准，我都惊人讲我是原住民诶，你知无？伊倒转去因的部落的时阵，伊是讲啥物？帮忙统治啊！我头下讲的，就是因为迄毋是对内心，毋是对土地，毋是对咱的真正的感动所产生出来的知识，所以足惊安怎？足惊人吐槽啦，足惊人批评啦。你咱来看有无？看台湾的知识分子，台湾的学生，有特别把伊的城墙、围墙咧筑得很高无？人伫国外要做一个公务人员，规定的呢，高中毕业呢，你袂使读个大行的，读啊济，因为你无草地啊，你无草根啊，做是服务啊。你迄像即摆我嘛感觉真烦恼啊，各位恁若是事业吼做头家的人，我嘛足烦恼。读个大学，吼、哦，要来接电话，迄腰拢安尼弯袂落，啊，安尼嘛拢无迄个，啊，安尼做三个月就想要走。电话嘛接袂好，我嘛是足被动诶。为虾米？大家拢加一个缺失。虾米叫做奴隶？上侪缺失迄个所在就是奴隶上侪所在啦。朴素，像呐，咱选举选立法委员，我选朴素，我较奇怪。我要想嘛，一个朴素差不多35岁正常诶，对无？35岁拢无社会化出来，都要选朴素，啊，毋着甲遐恐龙法官差不多。就是都唔知啊，啥物拢唔知啊。啊，即个人就拢做咱的啥物代表啊。啊，嘴就会讲啊，因敢有真实？啥物叫做真实？真实就是讲，哎、欸，啊你咱选立委是要创啥？咱选代表是要创啥？咱选官员要创啥？是要互因服务的，所以因哪有啥物特质？可能啊，譬如讲来邮差，哦，伊在即个所在，伊毋得捌字对吧？我讲安尼对吧？无捌字，我袂记。啊，过来，有当时我爸送，你来讲送原住民嘞，有当时还有一句诶，伊听无你讲啥物迄个，你毋得学一句，你毋得共叫。哦，哈，我爸讲啥物迄个来啊，哈，哎、啊，恁囝迄个啊袂晓读，啊我读互你听，啥物等等。所以。有够就好了啦，啊，真正因为真正有够，伊毋知会真正去做啥物，啊，有诶会晓敲倒摆，对无？会晓打铁马，迄拢较实啦。我讲安尼对无？即个是实啦，即个叫做真实啦。啊，无啊，饲一寡拢碰风诶，啊，规日拢碰风，啊，碰风来碰风去安尼。哦，建国内底嘛有真侪碰风的，啊，所以我即马要回头，咱即马拢要倒转来，就是莫讲别人安怎，就对咱开始，对咱，吼、哦，对咱问咱家己，听讲胡伦写啦吼，第一句话，你就是问讲是否真实啊，是否平等，是否合乎友谊，吼、哦，
我这个物件，我感觉咱咪当摕来问咱家己啊，是毋是真实的？哦，真实的，包括伊会当用啊，真正的车会当伫个路顶悬驶的，毋是有真正的车，对无？用的迄毋则是啊，即嘛同款啊，吼、哦，选总统要创啊，国家要创啊。咱若有安尼真真实的时阵，咱迄个愧吼愧，对安尼安尼，真有愧的了啊！我吹外口简单两句话就甲人牵扣，啊袂安尼为着更高啊冤家冤几波。啊若无的时阵，我常常咧讲啊，我讲一个故事互大家听，剩十分钟尔。有一个迄、那个。汤姆历险记，大家唔知吧？看过那个孙啊，吼，哦，那个汤姆啊，吼，唔知是孤儿的款啊，唔知是哪孤儿因哪样，我大家记袂起來，啊，拢爱叫伊做事啦，啊，伊总爱佚佗的，啊，即马答案啊，哦，安尼安尼，因哪孤安尼叫伊去粉刷啊，啊，即马囡仔行过了，囡仔就甲笑啊，笑讲，哦哦哦，你看你又在做事了，你又被人家罚了，哪有？我在画画，我在画画。伊讲你骗人，你怎么在画画？你明明哈在咧画这代志，你无看，吼这安尼画过安尼画安讲啊敢那真诶，结果啊甲尾啊嘞，我你叫我画一下好不好？无喏，叫你画，我这毋是凊彩人会使画诶，这有天分诶，无啦叫我画一下啦，啊唔啦袂使啦。即都甲你讲无学过吼，袂使啊，拜托的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我有一只瓜果，即只瓜果互你食，我甲你换。嗯，瓜果，你瓜果敢有好食？哇，足甜的啊！迄美国来，哦，啊，即摆有一个伫遐采，肯定阁来一个，啊，怎啊替买甲伊换安尼啊，徛替买啊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我就送你笑。咱迄个对内在吼，当然迄口嘛是吼，嘛是迄、那个。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，咱对内心真正产生的那个真实的感情的时候，咱就有真实的快乐。到时候，啊，你不要见过了，这样跟他笑一下，啊，你要对，没法度对时间。人也可能会感觉，哇，见过这么好，我来跟你问一下。自信啊。只有到一个族群去用压下底啊。所以咱不知不觉中间拢咧讲通知者的言语，啊一边要建构足困难的。啊，迄拢会当检验啊，迄讲话以后来上课，讲足困难的迄哦，迄就小可有努力些。你敢问老师讲话较简单的好无？你是要讲互阮听，还是要报你家己用的？无啦，安尼挑战落去吼，做咱毋是要对人做无礼貌的啦，我只是要讲。暗坎的人吼，无真实的人，伊有当时也无啥互你看到真面目。伊真爱甲你讲遐个花花遐个言语啊，问好实，逐项拢求实的时阵，慢慢咱迄个自信心会走出来啊。其实一个国家那要紧啊。我有一个朋友安尼甲我讲，啊你伫要建国，啊你迄个国家敢有好大？我甲问呢，伊要甲我应讲，啊你有相信我无？你有相信迄个国家若只要有我伫咧，迄个国家就一定袂歹大无？吼，我呢听伊，我直接嘛要甲各位讲啊，咱有信心无？即、這个国家若只要有咱伫咧，即、這个国家就绝对袂歹大。伊有可能逐项的时阵无法度讲有啊，安尼一个建国，因为咱都建得比别人较慢啊，毋是伫即个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嘛毋是吼，迄本来就安尼对童年生起来，嘛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就安尼家己要建咱家己的吼，算即款叫做二十一世纪才咧建国的，咱的列车摆伫遮，所以伫遮的时阵，咱不得不吼爱甲迄个假，即摆毋是讲无国家咧，甲迄个假国家，吼爱去对话，爱去表现。无国家，阁有一个假国家，阁有一个咱们真正要爱的国家，当心看嘛。有咱伫咧，这个国家敢会歹大？我感觉，若到迄个时阵，咱的自信心，咱的创造力，啊，就起来啊。啊，最后五分钟，我来讲
我顶礼拜讲过一项代志，啊，当然无一定会通啦。不过我是要甲各位讲，那小可会通，咱就开始想啦，莫互人讲未通，啊，就一直未通。有一日，我朋友来找我，啊，有甲我斗三工啊，五点、四点我就来，啊，我就安尼，唔知要安怎共款，但我讲来食饭，伊五点食饭，我唔爱五点食过饭嘞。啊，就去食，啊，就有啊，餐厅有诶，五点有开啊。啊，食食诶，免啦，啊，未到七点已经差不多啊嘞。啊，即马要煞，佮感觉讲，哎呀，佮无够。我边啊有一间咖啡厅，转去边啊一间咖啡厅，哇，毋是35块诶呢，我一杯咖啡270块，有够贵诶啊。啊，结果四个人去遐时阵，啊，就歹势，我要请一人一杯咖啡了。甜点点两份，唔敢点四份啊！大家安尼吐了吐了咧食，为着迄个遐尼贵的吼，唔甘愿啦，想讲吼，坐咧一定爱食到够开，就是你嘛要啉到够开，坐嘛要甲坐到够开。哦，迄家仔伊也袂歹坐，我开始伫遐开讲。我刚刚感觉人生真正有够幸福，啊，食爽快安尼五点就食暗顿，以前拢唔是，好到八九点，然后十点咧食。哦，五点食暗顿，我怎？我开始因为话讲侪啊嘛，开始学白讲啊。我就想着讲迄意大利啊，咱嘛先诶五点食暗顿，食到十点诶，一工拢食五点钟诶。我咧想讲，全台湾啊，大家拢五点，吼，就是每一个人上班，你知影？我头先有讲啊，全台湾咱头先有排迄几个第一甲第二啊。咱诶工时即卖听讲嘛是全世界排第二诶，真爱做事诶，真够做事诶，迄款诶。啊，奇怪。那安尼话到当下，就是讲，咱做事的迄个每一个小时产生的计，大概那真少啊，吼，啊无做较侪，啊赚较少安尼。啊，就坐伫遐啊开讲啊，的时阵在咧想讲，啊那每一个人上班拢准九点钟的，因为中昼休一点钟嘛，啊甚至七点钟，啊就休困，啊甚至啊吼。拜一到礼拜，逐工拢有人上班，轮流的对，弹性上班。啊，过来嘞，吼、哦，有的人对七点，因为太迟嘛；有的人七点上班，有人八点上班，有的人九点上班。所以上早有可能有人下晡两点就下班啊嘞。各位，那安尼落去了会安那？第一，未欠电啊，免阁去起核电厂啊，对不？因为无啥物尖峰时间啊嘛。好，因为有诶。暗时嘛，当上班啊，想讲日时，敢那日时在上班。那我感觉奇怪，为什么暗时袂在上班？全世界，咱遮日时人遐暗时啊，你拄啊暗时来上班，拄啊因日时咪拄啊好，怎讲袂使？对吧？哦，过来，第一个我头先讲迄个问题讲，第二交通塞车的问题是咪嘛解决了？线开啊，咱阁会使拼嘞。第三，咱要去佚佗的品质如何无？我迄拜六礼拜安尼想讲要带人出去，结果拢伫咧地塞车啦。讲宜兰咧雪水啦，我上悬的记录对台北去的时阵四点钟转来五点钟拢伫车顶，那是啥物意思？迄有当时啊，较阿仔阿婆就伫车顶就开始冤家啊，你知无？一路冤转来，啥物佚佗？去到遐阿哥安尼，哦，靠拢全人，所以佚佗的品质嘛较好。搁刷落咧。大家就袂酒伫遐咧看迄个连续剧啊，那因为都咱时间拢安尼短短啊，所以就安尼罔看。以后大家拢锁出外口，暗时啊电话就点伊啊，暗时啊电话点落去了，各位治安变较好啊，暗时啊较无死角啊，对吧？啊，怎刷咧？时间太长咧啊，有个人讲啊无来补习，啊无来参加合唱团。啊，无来打网球，啊，无来散步，啊，无来谈恋爱。哦，迄有当时男女朋友嘛，无遐侪话通讲啊。啊，到尾也讲呐，啊，无来生囝。哦，你笑，有影啦。啊，都话讲了，无要创啥。啊，所以啊，囝生落去了，人口也变较侪啊。各位恁会惊无？较袂惊啊。因为人口代表是国家的竞争力啦。那你啥物文化创意产业，啥物观光产业，吼？啊，什么迄个要有什么经济哈、啊？经济知识、知识经济，拢嘛可以啊。我讲安尼对吧？咖啡厅、摸摸啊、饭店啊、什么啊，真侪，
拢发展起来啊，因为咱无闲甲一工做十八点钟，还是十八点钟拢咧想讲到底要安怎，要安怎咧烦恼的时阵，遮个拢百业不兴嘛。啊，毋过骗啊，骗讲钱袂使第二粒底啊，吼、哦、钱着安尼规个用着像石岩山，我讲我即款社区，伊着出来啊嘛，互相有供有需嘛，甚至嘛无一定爱钱。我伫毋知苗栗还是新竹，我捌做一个访问，哦，饲一千人诶款哦，啊，因咧内底拢饲啥物呢？社会边缘人，就是讲你伫社会无法度徛起诶人，譬如讲精神病，譬如讲有人杀人有无？啊，重刑犯啊出来了，毋知要去倒位，有人跪脚破相，去到迄个所在，伊敢若拼一项尔，伊内底袂使用钱啦，无用代票就对了，但是互相帮助啦。活得好好啊，所以咱咧惊活袂落，那会当就是我头仔所讲的，无管是吼较少的时间，迄落啊，即摆因为大家伫遐练，建构嘛较容易成功，因为咱每一个人的迄个口才嘛搁较好，政治人物要甲咱变嘛搁较困难，咱卡袂着，咱内底就选一个出来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搁我头仔讲的，因为安尼社区嘛较有感情，有咧惊大了。社区内底互相照顾，这部分阁是另外一个社会福利的体制，伊嘛出来。所以我要甲各位最后啦，吼，国家绝对毋是空洞的国家，国家毋是安尼，咱伫遐大声呐喊，啊，结果别人拢无爱插潲咱的国家，绝对毋是啊。国家是活灵灵、活跳跳，是一个安尼有国家了，咱会真好。因为同时间，咱毋是要爱国家的名尔，咱要阁爱有国家的肉，咱要有国家的肌骨，因为有咱伫遮。咱是啥物人？咱是有信心的人，咱是知影咱要创啥物的人，咱是愿意面对真实的人。今日咱上课上到遮，歹势，咱要互大家问问题。起立。立正，行嘞。